对啊。好，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杜姆赞的第十五课第十五课第十五首，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先大家跟我读一下吧，차체대마，차대체대마대마시마。대마시대마시마两年得戏，两年得戏，约于尼玛，就用于尼尼玛。玛，好，再来一遍，掐车点吗？掐车点吗？点吗？洗吗？点吗？行鞋吗？两年得戏，两年得戏。约于尼玛，约于尼玛，好，连起来，加车点吗？点吗？西马，加车点吗？点吗？西马，西马，两年得西追于尼玛，两年得西尼玛，尼玛。是这样的啊，加车顶礼。点吗？这个点是这个就是快乐的这个意思。我们之前学过这个吉祥如意，叫做扎西点列恰切点吗？点吗？这个给呢，就是这个这个善的意思善的意思这个我们之前学过的一个词叫给点，对吧？给点呢是这个，就是给是这个善然后呢，这个点是比较这个岁数比较年长的这个意思，然后给点呢就是比较这个就是善良的年长的这个人叫做给点，也就是老师的意思那么这个还有比如说是这个格西叫做这个。给谢啊，给谢啊，给谢给谢啊，就是格西的意思格西然后这个席嘛，席是这个寂静寂静的意思席就是顶礼这样一位杜母呢，具有这个快乐。善良以及这个寂静三个这个特性。然后呢，两年蝶两年蝶是这个两年蝶这三个字呢，就是涅槃的意思涅槃的意思。那么两年本身这个两年单独这个两个字呢是愁苦这个意思，那么两年蝶从这个愁苦当中超越出来就是涅槃的意思两年蝶兮又是一个兮，跟这个兮是一样的寂静的意思觉于就是这个觉于就是行进的意思行进的意思，那么呢？你是这个自信自信的意思所以这两句的连起来的意思呢，就是顶礼顶礼这样一位快乐快乐，而且呢善良善意定的这涅槃在这个涅槃当中呢，可以。进入到不同的这个定性当中行进当中这样一位自信的母亲打醒，就用再跟语我音嘛。讲下车点吗？点吗？洗吗？刚才点吗？点吗？点吗？洗嘛。两年得洗决于你吗？两年点点洗决于你嘛。这就是说，这位杜母呢，既是安住于涅槃之中，又能够进入到不同的这个
啊，行进当中，行进就是我们众生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境界啊，各种各样的境界啊，啊，把它修好。那么呢，就是他走进入到这样的境界当中来呢，啊，来度脱啊不同的众生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了吧？不能，刚才可以看到。可以了啊，行，哎，那我们继续吧啊，梭哈嗡达。梭哈嗡达，仰大点北，仰大点北，啊，底巴千波，底巴千波，囧巴尼玛，囧巴尼玛，啊，好，那么这个是再来一遍啊，梭哈嗡达。梭哈嗡达，仰大点北，仰大点北，底巴千波，底巴千波，囧巴尼玛，囧巴尼玛，我们来连起来一下，梭哈嗡达，仰大点北，梭哈嗡达，仰大点北。底巴千波囧巴尼玛，底巴千波囧巴尼玛，囧巴尼玛。啊，好，那么啊，囧巴啊，这边啊，这边应该是读囧巴啊，这是一个动词，抱歉啊。底巴千波囧巴尼玛，囧巴，底巴千波囧巴尼玛。然后呢，是这样啊。梭哈嗡啊，就是这个啊，嗡梭哈这个三字的这个咒语啊，梭哈嗡达啊，仰大是这个真实的意思，仰大是真实的意思啊，点是具有啊，这里这个北呢是表示啊是一个句格，但是呢我们之前说过句格啊，在口语当中句格有表示工具以及及物动词的施事者。两个意思，但是在藏语文言文当中呢，这个句格啊、还有这个就是说啊、就是表示承接啊、它还可以表示承接，也就是说啊、这个他这个杜母呢具有这个真实的咒语嗡梭哈啊，然后呢他接下来就是承接下面的这个动作，底巴就是罪恶啊，底巴是罪恶。啊，千波是大啊，千波是大啊，囧巴我们之前学过很多次，就是摧毁，摧毁的意思。尼是自信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的囧丹蝶，就是这个孤有坏啊，这个藏文当中的那个薄伽梵啊。那我们大家来跟我唱一遍啊，加切爹妈给妈西妈。娘娘的喜绝于你吗？娘娘的喜绝于你吗？梭哈嗡达仰大点北，梭哈嗡达仰大点北，底巴千波囧巴尼玛，底巴千波囧巴尼玛。啊，再来下一首啊，跟我读一下。恰切君呢？恰切君呢？郭大嘎伟。郭大嘎伟。嘎伟。啊，咋以捋你？咋以捋你？绕堵干嘛？绕堵干嘛？恰切君呢郭大嘎伟，恰切君呢郭大嘎伟，咋以捋你拉肚干嘛？咋以捋你拉肚干嘛？恰切君呢郭大嘎伟，恰切君呢郭大嘎伟，郭大嘎伟。咋以捋你拉肚干嘛？
加车是顶礼的意思。君乃，君乃这个乃是一个从格啊，君乃就是啊，从各种各样的方向啊，君乃是君是所有，君乃是从所有的方向。郭儿是啊，围绕，围绕的意思。我们之前学过好几个跟郭儿有关的啊，以拉阔阔且穷啊，以及这个八廓街爬郭儿，对吧？然后然郭大嘎尾是我们读的时候是读郭大嘎尾或者郭大嘎尾，因为这个嘎瓦可能是动词也可能是名词，但是实际上呢，从语法分析的角度呢，这个是就是君乃郭儿啊，这个翻译没有错啊，这个是他把后面的搬到前面来了啊。他这个你可能之前的课没有听，就是索达吉康布经常是把后面的搬到前面来的。因为他第二行需要把这个他的藏文的母在二四行，但是他翻译的时候要搬到第一行来，所以他需要做很多调整。那么实际上是君乃郭儿啊，拉嘎尾应该是这样来断句的，但读的时候为了照顾这个二二二的节奏，我们就按照两个字的节奏来读，但实际上是拉嘎瓦。那么拉嘎瓦是这个拉杜嘎瓦，扎杜嘎瓦就是我们之前说过，之前说过一个写巴拉谢都大拉语，对吧？写巴是笑啊，拉谢是这个大笑，那么拉嘎也是极其的欢喜这个意思，嘎是欢喜，那么拉嘎就是极其欢喜。它原来应该是啊，扎杜嘎瓦，扎杜原来应该当中有个杜，但是它可以紧缩一下，把它缩起来。然后拉布杜嘎尾是一个属格啊，然后呢啊，扎以吕米啊，拉布杜点马，扎是敌人啊，敌人的意思，以是一个属格，吕是身体，尼是啊站位或者提示主题啊，这里又遇到一个拉布杜点马，这也是拉布杜点跟这个拉布嘎是一样的，只是把这个都省掉了。拉杜点就是呢，极为的摧坏啊啊极啊这个击碎，击碎的击碎，大家记击碎啊。那么就是说啊，这个顶礼这样一位杜母呢，他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圣众围绕在他的身边，而且呢啊他显示出啊极为欢喜的这个神态，然后呢啊。极为欢喜的这个形态，然后呢把这个敌人的身体呢加以摧毁啊，加以击碎啊 sorry 击碎，穷是摧毁，点是击碎啊。来跟我读一下，恰车归内郭大嘎尾，恰车归内郭大嘎尾，我觉得你如果想读嘎尾 也没问题啊，你们可以去问问藏人，可能他们也有分歧吧。啊，扎以吕尼拉杜点马，扎以吕尼拉杜点马。好，我们继续往下啊。啊，扎以吕尼拉杜点马。啊，好，已经出杯。一个酒杯，拿你个杯，拿你个杯，礼巴红嘞，礼巴红嘞，瑞玛尼玛，瑞玛尼玛，好，再来一遍，一个酒杯，一个酒杯，拿你个杯。拿你贵呗，贵呗。八红嘞，是八红嘞。准妈尼玛，准妈尼玛。啊，好。一个酒杯，拿你贵呗。一个酒杯，拿你贵呗。一八红嘞，准妈尼玛。
一般红雷吹满泥马。这个一个是文字啊，九百九十十啊，十的意思。给我们数一数，嗡哒的度哒的度的梭哈，刚好是十个字，对吧？就是十个字的这个咒语啊。一个九八啊，九百就是这个啊，这个啊，数格啊，啊是这个语啊，我们之前好像没有说过，就是声语义。啊，佛的这个身语意，身呢就是这个驴，语叫做啊，啊意叫做意啊，啊这些是第三节课的时候讲过的啊。你是这个站位的，提示主题。跪吧这个词啊，跪吧是一个动词啊，跪吧它的意思呢是这个布局啊，布局或者说是这个。布局或者是庄严啊，用文言文翻译就是庄严，用白话文翻译就是布局啊。以这个这个十个字的这个语言作为这样的这个布局呢啊，就是我们看一下啊里巴就是名啊，这个名字我们之前学过啊。人真参样讲错，对吧？人真参样讲错，人真参就是人真就是持名的意思啊。这个篱笆就是名啊，名咒或者是名咒啊，明亮的人名啊。篱笆 home 嘞 ，home 呢是这个啊一个种子字，梵语的种子字，嘞是从格啊啊，从这个名咒 home 当中呢啊，准吗就是拯救。啊，准吗？尼玛，自信啊，就是他用这个啊，把这个用这个啊十个字的这个咒语呢啊，以及这个 home 这个字呢，名咒呢啊，这个救脱啊，有一个救脱的作用啊，把这个人从这个敌军啊，魔鬼敌军的这个当中呢就脱出来这个意思啊。好，我们来读一下啊。好，我们来读一下。下车归内国的各位。下车归内国的各位。在一律你的读点吗？在一律你的读点吗？一个就别拿你个呗，一个就别拿你个呗，一把红雷追把你骂，一把红雷追把你骂。我们来回到今天的口语的部分啊，啊，今天口语是讲这个第十九节啊，文化生活啊，大家跟我读一下啊 ，love 天就古巴。罗啊，注意这个是啾儿咕啊，啾儿咕是一个有一个鼻音啊，有一个这个卷舌音，啾儿咕吧，这个日可能是来自于它原来的那个，就是来自于原来的这个那个后加字啊，就是来自于原来的前加字那个的啊，那个的它后来变成了这个一个。卷舌音日，这属于一个不规则的变化，不规则的变化啊。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老天就是古巴，老天就是古巴。嗯，啊，里内粗啊，里内粗啊，里内是文化的意思啊，文化的意思，粗啊就是生活。文化生活啊，里内再给我读一遍啊，老天就古巴里内错啊，老天就古巴里内错啊，里内错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句啊，哈塞里内错啊。他将贫僧错波渡，他将贫僧错波渡，
连起来啊！他是里面出啊，他将平松出波多。他是里面出啊，他将平松出波多。出波多。啊啊，我们回来，哎，嗯，啊，我们继续啊。他是里面出啊。这个丰富的意思啊，我现在终于有这个手写版了。那么平松搓波就是丰富或者说是丰盛的意思啊，有的时候叫平松搓波，有的时候叫平松错吧。来跟我读一下平松错吧。平松错吧。啊，比如说我们在西藏啊，我们敬酒的时候，就像我们汉族人一样，我们敬酒的时候要说一些吉祥话，对吧？那么在藏语当中，这种吉祥话怎么说呢？就是首先第一句就是说啊，就是说啊，扎西德勒平松措，扎西德勒平松措，啊，谢谢，我给大家写的，如果想抄一下可以抄一下啊，扎西德勒，平松措，啊，再给我读一下，扎西德勒平松措，然后再接下来怎么说呢？就是，啊。啊，电堵的娃，拖把秀。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啊，持久的，啊，永，持久的快乐，啊，希望你能得到，啊，持久的这个快乐，啊，这个电应该上面有一个的，啊，有一个的，应该是有一个的，啊，这样写。这个是什么呀？后面什么？就是电堵啊，电堵就是很久的意思吗？有电堵的，哪有点看不清楚，是蛙吗？电堵的蛙。哦。跑我打整波的。啊，对哇，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恰恰啊，对嘛对嘛喜马那个对啊，快乐的意思啊，祈祷你能得到永久的快乐这个意思。我们连起来读一下啊，扎西德勒拼松措，扎西德勒拼松措，印度对哇托把秀，印度对哇托把秀。啊，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四川那个老人五明佛学院的那个叫做净美蓬措法王，对吧？啊，净美蓬措法王他的这个名字呢也是这个字啊，就是这个吉啊，这个吉是畏惧，对吧？畏惧，然后呢，吉昧就是没有畏惧啊，无畏的意思，这个是畏，就是无。然后呢，就是拼啊，拼错啊，拼错啊，拼错就是圆满，就是净美蓬措，就是无畏圆满啊，无畏丰盛或者无畏圆满这个意思啊。我们读一下吧啊，几妹拼错，几妹拼错啊，对，但是这是在拉萨对此的名字的称呼。因为净美蓬措法王本身是牧区啊，他父母都是游牧民，所以他
他说的是那个安多话，不是这个发音的。我们把这句话读一下啊。啊，哈塞里内村哈江平松搓波读。嗯，哈塞里内村哈江平松搓波读。好，搓波读。再来一遍吧啊，哈塞里内村哈江平松搓波读。啊，下面一句啊，啊，我们到囊马歌厅去听一听歌好吗？啊，囊马厅就是啊，这个西藏藏族人比较喜欢去的那种专门唱藏语歌、跳藏族舞的那种歌厅啊。啊，我们读一下啊，囊马康朗。囊妈康朗，我们囊妈本来这个囊妈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西藏拉萨一种比较高雅的这种文化形式，叫囊马堆鞋啊。囊马堆鞋当中就是囊马，这个囊本身我们都学过很多次了。囊这个字本身是什么意思啊？谁告诉你？里面，对，就是说这个音乐本身不是在外面表演的，是在什么的里面呢？贵族的这个宅地里面。因为在拉萨呢，就是贵族他会有一个，原来啊，贵族会有自己的啊，一个像我们北京的四合院一样的，有一个自己的院子。然后呢，他这个在过节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些什么喜事的时候呢，这贵族就会请一些这个艺人到家里的这个啊，到家里的庭院当中来表演这个音乐和舞蹈。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是在庭院里面表演的，所以后来他的名字就叫做囊妈，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听歌啊，叫做邪年。邪年，邪年，邪是这个歌，年是听啊。邪年噶天呐，邪年噶天啊，这个噶是连接动词的啊，连接两个动词的啊。这个天是去啊，去听啊，就是 go to listen。这个噶就像了英语的这个 to 一样 ，go to listen 啊。那扛这读就是怎么样啊，这个那本身是如果的意思，我们连起来看一下啊。俺错那么康啦，谢谢你啊，俺错那么康啦。俺错那么康啦。谢谢你噶天呐。谢谢你噶天呐。扛这读。看这一读，我们连起来一下啊。俺错那么康啦，谢谢你噶天呐，看这一读。俺错那么康啦，谢谢你噶天呐，看这一读。看这一读。看这一读。俺错那么康啦，谢谢你噶天呐，看这一读。囊马歌厅里有许多藏族传统的节目，我们看一下藏族传统节目怎么说啊。传统叫做色军，节目叫做 demo。demo 啊，传统节目啊，水军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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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么康拉佩瑞迪，那么康拉佩瑞迪，水军 demo 芒果油的。水军 demo 芒果油嘞，水军 demo 芒果油嘞，
接下来啊，我们看一下歌厅里的藏族女服务员都很漂亮啊啊，喇嘛康朗迪，喇嘛康朗迪，喇嘛康朗迪，美丽小舒玛。啊，判断动词啊，判断，因为这个音解波是形容词啊，读是一个判断动词啊，判断动词，判断动词。那么判断动词有好几个，对吧？有这个就是自称啊，自称的时候用银，对吧？他称的时候用人，那么他称的时候如果是啊亲见的啊，亲自见到的，亲身的体会的。就用读啊，是这样，一共有三个判断动词啊。我们继续往下。那么当然以陪利下修马应解不读。那么当然以陪利下修马应解不读。好啊，您来唱一支歌好吗？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唱一支歌啊，谢记当啷啦，谢记当啷啦，当啷啦。啊，这个谢当是唱歌，那么当啷当啷就是在当后面加个啷呢，就是表示敬语的啊。然后呢，可不可以啊？勇啊，读给。勇啊。天朗地写记当啷啦，勇啊读给。天朗地写记当啷啦，勇啊读给。天朗地写记当啷啦，勇啊读给。我们请卓玛唱一支九歌啊，那这个卓玛啊唱一支九歌啊，九歌呢就是啊，枪械记当若囊，枪械记当若囊，当若囊啊啊，硬碎嘴感谢祭当若囊，感谢祭当若囊，如斗如斗如斗，如是请求的意思，斗是一个句尾的语气词啊。那么这里昂翠这是一个敬位坐格啊，坐格，嘴妈拉拉是位格。注意这个句型啊，这个我们是动作的发出者是以位格，那么卓玛拉虽然他是唱了这个歌，但是这个时候是我们请他来唱歌，所以我们要用位格来表示这个唱歌的人啊，这个句型，而且要注意一下他的这个句型啊，哪些是啊，就是实际上是他因为是熟的宾语，所以它是一个位格，就熟的宾语一定是位格啊。我们看一下啊，俺翠嘴妈拉拉枪械记当若囊熟斗，俺翠嘴妈拉拉枪械记当若囊熟斗。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你会跳八堂弦子吗？啊。这个八堂弦子，跳八堂弦子叫做把谢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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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谢是这个八堂
棒是在四川的这个甘孜州的一种这个康巴地区的艺术形式。那么一般来说，康巴的艺术是比卫藏这个档次要低的，因为这康巴的这个艺术一般来说它没有卫藏的艺术那么那个就是复杂啊。但是这个巴塘是一个例外啊，就是说这个西藏的各种的这个舞蹈歌舞它是有一个等级之分的啊。就像我们汉族人啊，我们觉得啊古琴啊昆曲这是我们汉族音乐最高的这种最高啊最这个 high level 的 high culture 最这个就是高雅文化，那么京剧呢就会稍微低一点啊，粤剧就比京剧更低了，那比这个就是粤剧更低的呢就是像沪剧啊或者是一些啊地方的这种乐种。那么西藏它的这个音乐舞蹈也是分级别的啊，最高的那个西藏音乐就是这个骨骼艺术啊，在西藏西部骨骼的那种啊宣武啊骨骼宣武，这个就是最高级的啊，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叫骨骼宣武啊。这骨骼宣武就有点像我们这个中国的汉地的这个昆曲，或者日本的能剧，或者是印度的鸠提耶丹那样的，就是最高档的这种乐舞。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个囊马堆鞋，囊马堆鞋这是属于第二档的。然后囊马堆鞋可能跟这个八堂弦子是属于同一档。那么最低档的乐舞就是锅庄啊，锅庄就是说西藏这个就是等级最低的这种音乐舞蹈叫锅庄啊。那么你会跳八堂弦子吗？啊，天然给把谢岔新一月背。天然给把谢岔新一月背。啊，肯定都是杨硕问说是只有舞还是有歌有舞，那肯定都是有歌有舞的啊，也有那个乐器各种的乐器的合奏，有其中很多乐器是汉地传进来的，像扬琴啊啊笛子啊，这都是汉地进来，然后也有人唱歌，然后也有人跳舞，它是一个啊一个就是 ensemble 啊 ensemble 是一个就是歌舞的一个啊一个合起来的一种啊一种这个综合性的音乐舞蹈形式。我们再来一遍，天然给把谢岔新一月背。天然给把谢岔新一月背。你的歌唱得很好啊，让给谢呀过当地。让给谢呀过当地。这个当是及物动词，所以这里用作格，对吧？然后呢这个 g 啊，这个 g 它是一个什么呢？是这个进行的限制，对吧？进行的限制。那么同样的这个进行态，进行一共分三种，对吧？三种就是进行分为三种啊，早知、限制以及自控，对吧？那么如果是进行的时候是早知呢，用的是什么呀？松，一有的，对吧？大家这个要背一下啊。一有的，如果是进行的早知是一有的，那么进行的限知是什么？一堵，一堵啊，一堵啊，或者是一堵，或者是地啊，有两种都是一样的。那么还有就是进行的这个自控啊，自控是怎么说呀？地月，对，地月啊，进行分为三种。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里是说他正在唱，而且唱得很好听，是刚刚发现的，所以是低度啊，低度。我们继续往下啊，西藏真是歌舞的海洋啊，那我们看一下这歌舞的海洋叫做呢啊，鲁嘎吉嘎措。鲁嘎吉嘎措，鲁是歌，嘎是舞
啊，鹿肝底加错啊，歌舞的海洋啊，月内人侠，月内人侠，人侠，这个月内人，这个人本身是这个表示这个就是他称的啊，表示他称的判断动词。那么这个侠啊，这个侠是现知的结果啊，现知的结果，这个你是提示主题啊，很就你卢嘎给点错月内的下，很就你卢嘎给点错月内的下，月内是真正的啊，真的是这样啊，很就你卢嘎给点错月内的下。啊，这个地方注意，这是肯用对吧？因为这里有一个了，这个了贴到前面变成这个一个音节重组，所以这里多了一个鼻尾啊。再来一遍，肯用你乌嘎给加错，因为内人下。好，西藏藏系的历史也很悠久啊。那么藏系的历史呢，叫做哈梅罗具。哈梅罗具。然后历史悠久叫做云岭姑。云岭姑。那么这个这个有点是一个，这里是一个存在动词啊，存在动词。那么存在动词也是分三种的，对吧？自称是这个有啊，有他称是这个有点啊有，然后这个。他称当中这个就是表示亲见或者现知，其实亲见和现知是一个意思啊，他就用这个读啊，用这个啊，这叫存在动词，分为三类啊。白给哈梅罗句呀，云顶不摇的。白给。哈梅罗句呀，云岭姑摇嘞。好，我们继续啊。替换练习啊，我们到囊马厅去唱一唱好吗？啊，让说囊马康拉斜东嘎天呐，看这读。囊马康拉斜东嘎天呐，看这读。我们到囊马厅去玩一玩可以吗？啊，我们把后面那个好像大家不太熟啊。那么玩一玩啊，这个天哪看这朵，这个天哪看这朵。好，这个是疑问句，所以是以朵啊，这个朵会变成这朵。好，我们来连起来啊，俺说哪妈看了这么这个天哪看这朵，我们到囊马歌厅里去喝一杯可以吗？啊，让说囊马康拉枪通嘎天呐，看这朵。让说囊马康拉枪通嘎天呐，看这朵。我们到囊马汤里去乐一乐好吗？啊，我们把后面念一下啊。通嘎天呐，看这朵。通嘎天呐，看这朵。啊，就是东啊。俺说南马康拉，给东嘎天呐，看这朵。
南无南无南无卡拉基基东阿卡拉提那康这里好，我们继续啊。喇嘛歌厅里有藏族民歌演唱啊，那么这个民歌叫做芒雀。芒雀。芒雀。我们这里看到它是这个芒，对吧？芒是这样写的，那么它是四个字的么呢啊四，那么第二个字是鸡字，所以在这里补个啊，然后这是古浊音第三组，所以高调。然后有一个思呢读降调啊，然后因为在前字，所以它仍然读第一调啊，莽翠啊，那么莽翠撸样，莽翠撸样，撸样是旋律的意思，比如这个样啊，文殊菩萨叫讲别样，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来读一下啊，那玛康拉佩里的莽翠撸样冷一摇的。南康拉佩里芒翠南道依然提林立有者好林是这个唱的意思啊。我们看一下喇嘛歌厅里有藏戏啊啊，藏戏呢叫做哈姆哈姆哈姆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仙女的意思，一个是藏戏的意思啊。喇嘛康拉哈摩查迪哟的，喇嘛康拉哈摩查迪哟的，啊，然后呢，喇嘛厅里面有说藏语相声的啊，这个相声啊，就是我们读一下这个相声啊，啊，鬼绝当令。鬼绝当令啊，令啊，当令当令就是这个故事啊，说的故事啊，鬼绝啊，鬼捉就是引人发笑啊，鬼绝变成数格，鬼绝当令就是引人发笑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这个相声的意思啊。我们来读一下啊，喇嘛康拉鬼绝当令先年有的。那么，那么看来，这当面有的，这个地方本来是薛，对吧？薛也有的，那它会变成歇，为什么？就是时态，因为它写的时候写了薛薛，但是它实际上是按照这个现在词来读的啊，歇，所以是歇也有的啊。那么看来，这当面歇也有的。那么康拉鬼绝当令，西天游人。好，那么康里有那么歌厅里有唱印度歌的人啊啊，那么康拉雅嘎尔吉写当年游的。那么康拉雅嘎尔吉写当年游人。啊，或者是冬烟有的时态的不同啊。那么康拉嘎嘎的写冬烟有的，那么康拉嘎嘎的写冬烟有的。我们之前说过了，这个啊，撸嘎是这个啊，撸嘎啊是这个歌舞的意思，对吧？歌舞的意思。那么这个撸是歌啊，嘎嘎卡是舞。卡尔是，那么这个卡尔这里又遇到了这个嘎卡尔，这有没有关系呢？原来是没有关系，但后来就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知道西藏呢，就是历史上它一直被夹在汉文明和印度文明当中，所以呢，对于这个西藏人来，藏族人的祖先来说呢，就是他们的身边有两个特别广大的民族。啊，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嘎这个词来说，嘎就是广大广大的意思，比如说嘎措就是广大的海。那么它当中有一个嘎嘎嘎，原来他写的是嘎嘎和这个嘎那啊，嘎那，那就是说嘎嘎是一个色的这个广大的地方，嘎那是
黑色的广州的地方，雅纳就是汉地的意思啊，汉地的意思。那么后来比如说中国，但是就是说啊，你到西藏来一定要注意一个政治问题，就是你不能认为雅纳是中国的意思，那样你就会触犯一些政治的一个风险。中国就是在西藏，它是直接音译的，就叫中国，就叫中国。因为就是说它要表示就是中国包含了汉地、藏地还有新疆啊这样的这种概念，所以它只能用音译叫中国。那么雅纳就是汉地的意思啊，雅纳就是说黑色的，那是纳是黑色的意思。那么雅嘎后来它就是以讹传讹就变成了雅嘎啊，因为它的发音是一样的，都是雅嘎。那么后来因为大家觉得印度人很善于跳舞，所以后来就写错了，那写错的人多了以后呢就积非成是，所以后来印度就叫雅嘎，就变成这个写法了啊，所以是这样来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雅嘎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源流啊。那为什么印度是白色的，汉地是黑色的呢？这个就无从考证了啊，这与很多学者非常想解答这个问题啊，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认为印度是白色的啊，我们汉族人是黑色的，为什么明明我们的皮肤比他们要白很多 啊，这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啊。我们看一下啊，那玛康拉雅嘎的写东耶有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您来唱一支歌可以吗？啊，天然给写记当那扛这读。天然给写记当那扛这读。当那扛这读。好，天然给小若记当那扛这读。天然给小若记那扛这读。小若记。当那扛这读。啊，这个本来应该是读小说对吧，这是应该是这个就是爬啊，爬打爬哪打茶哪若着对吧，爬哪若爬哪若爬哪若婆哪着，或者这样拼，本来应该是小说，但这里是一个不规则音变啊，变成了小说小说小说。我们读一下啊，小若家，小若家，跳舞的意思啊，小若家，小若家，跳，您来跳一个舞好吗？天然给小若记家那扛这朵，天给小若记家那扛这朵，好。您来献一条哈达好吗？啊，献哈达，卡大准，卡大准，嗯，天然给卡大记准那扛这朵，天然给卡大记准那扛这朵，啊，或者是天然给卡大记准那勇啊读给，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好吗？啊，那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晚上我们啊，铁人公摸硬搓，铁人公摸硬搓，啊，罗年大嘎，罗年大嘎，天哪，看这多。天哪，扛这多！好，铁人，我硬说罗年大嘎，天哪，扛这多！铁人，公么公么，硬说么，天哪，大嘎，天哪，扛这多！好，再来一遍，铁人公么硬说罗年大嘎，天哪，扛这多！什么电影啊？罗年卡日日，
罗尼啊，这个罗尼就是说，本来他们那个西藏啊，就是在这个西藏解放之前呢，他们也是有电影的啊，在那穆如活佛的家里面，还有在罗布林卡里有放电影。那个时候电影可能就是直接从英语的 cinema 翻译过来，但是后来呢，这个罗尼就是他受到汉地的影响啊，我们汉地叫电影，对吧？那么这个罗尼这个电就藏语里翻成罗啊，就是这个坚尼给吉罗党扎马那些啊，目如刹那闪电光，罗就是电的意思，尼呢是影像的意思，所以是按照汉语一个一个字翻过来的啊，汉语叫电影，那么它也翻成电的影像，所以叫罗尼。那么它的这个我们知道古音的话是 glog。格洛格不得念啊，格洛格不得念啊，格洛格不得念。那么如果你要用这个现代的传统拼读法的话，就是有人会拼吗？试一试。哦，是什么？卡啊，卡拉大，卡拉大，卡拉大。卡拉大嘎纳若，卡拉大嘎纳若，纳若啊，纳若啊，卡拉大，卡拉大拉，卡拉大拉纳若，洛卡洛啊，洛卡洛，然后捏的是啊，跑跑跑啥？娘娘卡拉大拉纳若洛卡洛帕洛达达达纳涅罗涅，卡拉大拉卡拉大拉纳若洛卡洛帕洛达纳达达达纳涅达达纳涅拉涅罗涅。啊，行，啊，自己回去练一下吧。然后呢？啊，这个电影是红河谷啊，龙雪马波杰，龙雪马波马波杰啊，龙雪是这个河谷的意思啊，马波是红色啊，龙雪马波杰，龙雪马波杰，龙雪马波杰，好的，好啊，在哪电影院啊？好啊，吉嘎，吉嘎。好，那么在哪个电影院？罗尼康卡巴雷。罗尼康卡巴雷。卡巴雷。在文化宫的电影院啊，日内坡张吉。日内坡张吉。罗尼康拉雷。罗尼康拉雷。好，这个是读啊轻声啊，罗尼康拉雷啊。日内坡张吉罗尼康拉热，日内坡张吉罗尼康拉热。这个是读高调，因为拉作为下加字的时候，它读了的高调啊。红河谷是在哪里拍的呢？啊，龙须马波特。龙须马波特。巴尔卡巴尔加巴热。巴尔卡巴尔。注意这里的这个巴尔和这个巴尔，它写的是一样的，但是它是不同词啊。这个巴尔是这个片子的意思啊 ，film 相当于英语的那个 film， 片子的意思。这个卡巴尔是在哪里啊，在哪里的意思。所以它写是写的一样，但是你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词啊，这是不同的词。我们看一下啊，龙秀马波铁巴卡巴给阿巴热，龙秀马波铁巴卡巴给阿巴热，
这里我们又遇到了这个人这个字啊。啊，巴人啊，巴人，这个巴人是表示过程的啊，表示过程的这个啊早知啊。那么过程一共分为三种，对吧？三种，一种是过程的早知啊，过程的早知，那么是巴人啊，巴啊，巴人，其实是读轻声的巴。那么还有呢，过程见知，或者说是亲见语态。啊，亲见语态是哪两个啊？有人吗？啊，是耸和穷，对吧？耸和穷啊，耸和穷。那耸是离开说话者的，穷是靠近说话者的。这个是见知或者是亲见。那么还有这个自控是什么？自控的过程语态是什么？啊，八淫，对吧？八淫。嗯，自控的过程语态啊，所以这边是过程的早知语态啊，是这个八点是过程的早知。我们来读一下啊，龙熊马波铁巴卡巴尔加巴人，龙熊马波铁巴卡巴尔加巴人，龙熊马波铁巴卡巴尔加巴人。据说是在江孜拍的啊，据说啊，薛虽喇，薛虽喇，啊，薛虽喇就是据说啊，据说这个地方江孜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音变啊，这学者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文字上写的是江孜，但是实际的读音是江孜啊，江孜，所以这是一个江孜。为什么呢？不知道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读一下啊啊，那么薛虽喇讲这个巴吉阿巴热，薛虽喇讲这个巴吉阿巴热，巴吉阿巴这边我们看到它有两个动词的时态范畴相互嵌套了，这边的这个 bargabare 这是过程的早知语态，那么这个 sigidu 呢，这个 gidu 啊是进行的现知语态啊啊，或者说这个不一定是现知，你可以理解为亲见啊，亲见和现知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就是说他是亲耳听到别人说这个电影是在江孜拍的啊，所以他用了 sigidu 啊，这是一个进行现知啊，亲耳听到人家正在这么说。那么这个巴雷呢是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拍摄是一个过程，而且这是人家不是啊，人家是早就知道说的话的那个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人是早就知道的，所以这个句子其实是蛮复杂的啊，他的这个语法是蛮复杂的啊。我们再读一遍啊啊，薛虽喇讲这巴吉阿巴热西吉读，薛虽喇讲这巴吉阿巴热西吉读。好，那么他们说电影里一个老奶奶和一个小男孩演的特别好。很长啊啊，空翠罗涅南吉，空翠罗涅南吉，摩拉党不顾菩提，摩布拉布拉党，注意这个不是摸窝，这是连起来的啊，摩拉党，摩拉党啊，摩拉就是老奶奶啊。那么小男孩，小男孩啊，这个你看这个文字写的是出姑，但实际的读音是不姑啊，不姑菩提逆底，不姑菩提，不姑逆，不姑菩提逆底，不姑提逆底，不姑菩提逆底。好，摩拉堂不姑菩提逆底，摩拉党菩提逆逆逆，摩拉党。我们来读一下啊，再来一遍吧。摩拉党不顾菩提逆底，
摩拉布布婷尼基，布布婷尼基，布布婷尼基。好，表演叫做插墩，插墩。啊，表演非常好啊啊！插墩哈江雅国切下，插墩哈江雅国切下，哈江雅国切。这里又看到这个双层的嵌套啊，就是表示引用的时候，这个结下是啊，结果的限制语态啊，结果的限制语态。那么这个 CD 呢，这个 D 相当于 Gidu 是进行的限制啊，其实都是限制啊，只是这个是一个结果，而这个是进行的啊。我们再分开读两遍，然后连起来读吧啊。风吹罗涅南，风吹罗涅南底，风吹罗涅南底，波拉达布古普田尼底，波拉达布古田尼底，布古尼底。这个好像大家一直念不熟，是不是啊？布古普田尼底，布古普田尼底，普田尼底。啊，可以了。插墩哈江雅国切下西地，插墩哈江雅国切下西地。好，我们连起来啊！空翠罗涅南地，摩拉当布普田尼地，插墩哈江雅国切下西地。空翠罗涅南地，罗涅南地，摩拉当布普田尼地。他君他将亚波切下西地，将亚波切切下西地。我觉得那个我们这里有两个同学念的特别好，一个是杨硕同学，还有他蝶前同学。就蝶前同学就还是稍微带一点台湾腔，但是念的真的是很流畅，真的特别不容易。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啊，是有这个说法啊，我们听这些，听这些虽读，听这些虽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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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虽读，蝶谦念的特别好，蝶谦啊，就是些虽，对吧？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了，是这个薛虽，这里是歇虽，是一样的，都对啊，没有对错的，都是对的啊。比如说这边也是薛蔫或者歇蔫，都是对的，因为它是时态不同啊。因为现代拉萨话已经没有什么时态了啊，只是在那个现代拉萨话的时态都是用鱼尾来表示的，都是用比如说低月低银啊八银。或者是这个有的八的低有的低的，用这个来表达。那古藏语里面没有这种鱼尾啊，没有那个形态范畴，所以它都用动词自身的变化来表达时态。那么所以就是动词会有不同的形式，但在现代的拉萨口语当中呢，这些形式已经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别啊，90%的人都分不太清楚这个哪个是过去时，哪个是将来时。但为什么我们之前要给大家讲这个知识呢？因为大家以后要看佛经的话，佛经里是没有那个低月低音什么有的低有的，没有这些东西的，它都是靠动词自己的那个变化来表达时态的啊。所以这里有的时候叫薛虽，有的叫歇虽，就是因为它时态的这种混淆导致的不同的这种讲法啊，都是正确的啊。那我们得好好看一看啊。简那昂翠雅国切大朵，简那昂翠雅国切大朵。啊，好像还是很多人念成雅波，注意这不是雅波啊，这是雅国，因为这是歌，所以后面变成土话了啊。简那昂翠雅国切大朵。简那昂翠雅国切大朵。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词汇吧。第十九，朱古巴。朱古巴。啊，名处叫里内。
我想教大家一个词，就是在西藏啊，我们就是历史，也就讲西藏历史很容易遇到的，就是那个里内啊啊里内啊里内啊，这个词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啊里内三街，大家跟我读一下，里内三街。里内三街啊，里内三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啊，或者这里有一个应该有一个的哦，我记不清了，大家再去查一下吧啊。就是里内三是新的意思，街是换的意思，就是说文化换上新的。这个里内三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啊，或者有的时候叫里内三街迁播。就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啊。那么里内里是民啊，比如我们之前说过那个仁增仓央嘉措，就仁增啊，仁增仓央嘉措。那这个内是这个处的意思啊，地方的意思啊。我们之前也说过那个那个杜母，有一个杜母是住在那个烈火当中的，就是那个就是美巴雀内雀那什么拉布杜内马，好像是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个杜母安住在这个烈火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杜母啊。我们看一下生活，搓啊搓啊搓啊，丰富或者圆满丰盛啊，偏松搓波，偏松搓波。歌鞋，鞋，囊马歌厅，囊马康，囊马康，啊，听年，年，啊，传统，啊，虽君，虽君，啊，我们看到虽是习俗的意思，君是流传，啊。流续传承的意思，虽君。那我们之前说过，据说就是先虽来或者薛虽来，那么这个虽也是表示习俗啊，谢或者谢是说的意思，就说的习俗当中，来是据个，先虽来薛虽来就是据说怎么样啊。那么节目来前，来前啊，来是这个章节，千是单元啊。卓玛杜姆的意思，准吗？准吗？准吗？啊，漂亮，宁姐不？宁姐不？啊，宁姐，我们之前解释过什么叫宁姐不？宁是心灵的意思，姐不是尊胜的意思，就是说宁姐不就是心灵尊胜的啊，就是漂亮的。所以说他虽然。这个漂英杰博是表示一个人长得漂亮，说的主要是外观的美丽。但是你实际去分析这个词呢，他原来说的是这个心灵的尊胜这个意思啊。九歌枪械，枪械啊，跳八和弦子舞，把械唱，把械唱啊，歌舞撸杆。撸杆啊，这个海洋叫做嘎搓，嘎搓啊，比如仁增仓央嘉措就是驰名泛音大海的意思，对吧？啊，仁增就是驰名，仓央就是泛音啊，这个嘎搓就是大海啊。嘎搓原来这个嘎是大的意思，搓是湖的意思，嘎搓就是非常大的湖，也就是大海。因为西藏人传统上没有见过海，对吧？他们是内陆的民族，所以他们只能认为海就是大一点的湖就是海了啊。那么藏戏或者仙女叫哈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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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就是神啊，摩就是女子啊。比如哈萨就神的土地叫拉萨，罗具，罗具，啊。罗是年的意思，具是传承啊，传续的意思。
那么这个跟这个云啊云和这个雨啊，它是有派生关系的啊。这个是 Ödegun Ödegun， 那么这个是 Ödegus Ödegus Ödegus， 这个是 Ödegun 啊，古音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悠久，叫做云岭屋。云岭屋。云岭屋。玩儿叫做怎么在？怎么在？啊，怎么在？一般这个怎么在后面会接个嘎，比如怎么在嘎天呐、啊，看这读，怎么在嘎天呐、啊，永远不改。怎么在嘎天呐、啊，几个礼拜都可以的啊。然后作乐，叽叽咚。叽叽咚。鸣歌，芒谢当。芒谢当，或者芒谢东，不同的时态啊。然后演唱叫做连连啊，相声好笑，我们先分开读一下，好笑叫做鬼捉鬼捉，那么说故事叫做当铃当铃啊，注意这个铃是后鼻音铃啊，那铃。那么连起来读一下，鬼绝当铃，鬼绝当铃，鬼绝当铃。好，印度嗲嘎儿，嗲嘎儿，嗲嘎儿。啊，跳舞叫夏洛嘎，夏洛嘎，夏洛嘎。现哈达卡大卷，卡大卷。啊，晚上拱摸，拱摸，拱摸。啊，电影罗涅，罗涅，啊，红河谷，龙熊儿马波，龙熊儿马波，电影院罗涅康，罗涅康，罗涅康，啊，文化宫里内泼张，里内泼张，里内泼张，啊，拍摄八嘎，八嘎。姜子啊，姜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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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胜利顶，但实际上啊，为什么叫胜利顶？因为如果大家去过姜子，就知道姜子那个城县中央有一个就是姜子中山啊，姜子中山那个山特别的那个雄伟啊，所以它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叫姜子啊，姜子啊是姜子。景泽是这个拉萨西藏非常非常这个文物非常多啊，就仅次于拉萨的，远远超过日喀则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大县，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物在里面。啊，表演叫做插墩茄，插墩茄啊，这个插我们之前说过，凡是以鹅作为前加字的鹅鹅开头的都是动词。那么 chub， 那么是 club， 音 club， 现在读 chub， 它是表演啊，真是展现，原来是 stone 啊，展现的啊，说法歇虽，歇虽，或者歇虽，歇虽，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can 呢是加在动词的现在时或者未来时形式后面。啊，它是表示这个动作相关的人，但是呢，一般会读成念。再跟我读一下啊，作者中念，中念，但是这个不是特别常用，一般这个西藏文的书啊，这个作者谁谁谁都会用中巴波，中巴波，一般用中巴波这个说法啊，说的人叫做先念。看的人大年，大年，买的人是牛年，牛年，白马是去拉萨，这你不需要啊、不需要跟我念了，听我念一下啊，啊，白马拉萨转年节啊，这个是不自控啊，这个是非自控的将行啊，然后呢？啊，实际上这个左年的就相当于左低的啊，是一样的
啊，就是说他要去拉萨和他是一个去拉萨的人，这两个表达是等价的啊。左年的和左地的是一样，来、啊、大家还跟我念一下吧啊。贝玛哈萨左地的，贝玛哈萨左地的，或者是贝玛哈萨左年的，贝玛哈萨左年的，往下看啊，这句就比较长，就不用跟我念了啊。那么佩拉佩给谢先念给家里来接吧，哈江蒙古有的啊。佩拉在西藏，佩给谢说藏语，先念会说的人的啊，给是的家里来接吧，家里是汉族，来接吧是干部，哈江非常蒙古多有的存在动词的啊，他称飞亲见，飞亲见语态啊，但这个表达应该不符合现在的情况，现在几乎没有见到过有汉族干部会说藏语的啊，应该几乎不存在啊。佩拉佩给谢先音给家里来借吧，他将蒙古有的啊。那么当是表示方式方法啊，比如说步态叫做左荡，跟我读一下，左荡，左荡荡啊，讲法，歇荡，歇荡，睡姿，捏荡，捏荡，故动态，语荡，语荡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这个就听我读吧啊。现在西藏盖房子的方法和过去不一样了啊，挺上撇起康巴甲荡，捏面荡，鸡巴马瑞啊，鸡巴马瑞啊。然后呢是藏族歌的唱法，我怎样学都学不会啊，这边有点标错了啊，是铁捏啊，这样标的。撇谢东荡铁捏卡谢讲捏新一名度啊，是这样，我怎么学都学不会。卡切讲的新音敏度，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虽是表示这个要加在未来时或者现在时后面，表示一个规矩或者习惯啊。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过年的规矩啊，大家跟我读一下啊，裸啥东虽。裸啥东西？接下来不用跟我念啊。米粒嗦碎，裸啥东西？炸米炸，芒果油的啊。各民族的过年规矩都有很多不同啊。在江孜六月里，有所谓的江孜打马节，有赛马的规矩啊。我们叫赛马的规矩叫做啊，打有谁？打狗子，江浙啦，金打楚白人，江浙打马谁啊？给打狗谁有的啊？这个江浙打马就是江孜打马节啊。这个六月公历叫做金打啊，注意这里有音节重复，金打公历的月份啊。那么这个这个西藏呢，大部分房子有泼粉浆的习俗啊，泼粉浆的习俗叫做嘎拉孙孙，嘎拉孙孙啊，注意这个都是孙，但是写法不一样，这个是泼泼的意思啊，个 soul， 那么这个是习俗是 slow 啊，不一样的啊。那么它是 Pergi Kamba Mangche Gara Susuyo Re 啊，芒切，这不是读芒切瓦啊，就芒切，就这两个合起来啊，就是啊，大部分这个词叫芒写是写成芒切瓦，但是读是读成芒切啊，芒切。不是读成芒切的，读法和写法不一样啊。那么顶顶就是相当于怎么着怎么着啊。那我看一下增增啊，就是
蒸着，那么就是啊，嘴巴夹紧夹紧，啊，他们认真的就打起架来了啊啊，空说嘴巴夹紧夹紧来呀，夹热小巴的。那么我们说着说着话，时间就到了啊啊，说给他学音学音。就进行一下啊，我读一下啊，给钱学金学金，给钱学金啊，花母唱着唱着歌就哭了，忍不住哭了。他们写东音东音，母小松啊，母小松，注意这边啊，母小松读低调啊。今天的课到此结束，大家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是吧？我们今天到此结束啊，到此结束。